看一下，壳非常的小，赶快来吧！大哥大姐啊，听说啊，你们买的我们家羊头还不知道怎么吃啊？今天我教给你们，羊头收到货以后啊，挑这种黄色的吃啊，稍微绿的呀，在家放两天就可以吃了。去头、去尾啊，是因为色土啊，是因为它这个边角啊，把它这个边角给它切掉，看一下。 切了边角以后啊，这样的羊桃就可以吃了啊，清甜多汁，特别爽口。如果您想吃这样的羊桃啊，记得来我直播间，价格非常非常便宜，吃一口。朋友们，今天实在是太热了，今天来果园采摘桃子了。看一下，像我们家这么好的大桃子，其实每个都特别好啊。咱们切开一个看一下。 看一下，正在果园直播，最低价格给大家秒，快来吧！还有9.9元的福利啊！看一下我们家纯手工制作的三大条，如果你想吃，赶快来吧！来来来，朋友看一下啊，注意一点，天天等着抢啊！就怕有些坏人把我们家这么好的欠税低价收走啊，卖你们10几个人一斤，那也太坑了吧！看一下，今年啊，我决定自己卖，就挂下方小黄车。 姐，先别划手。今天我爬到我们这里最高的山，给你贴一个我们家的石榴。如果打开里边是红色的，哥哥姐姐就帮我点个小爱心，加个关注吧。谢谢姐姐，谢谢哥哥。哇，特别的红，点个小爱心，加个关注吧。吃一口。 春笋蜜桃成熟了，这是春天里的蜜桃，你们看一下，都成熟了。现在只有2天斤，如果你们想吃啊，帮我点个小爱心，我尝尝给你们看。嗯，吃到春天的蜜桃，爱情甜蜜蜜。如果想吃的话，帮我点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，五斤一大箱，来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一箱春笋蜜桃是我的，50块钱一斤，这一箱是5斤，花了我300一，太坑了呀！你们看一下。 这是我老丈人的果园，如果你们想吃春笋蜜桃，帮我点个小爱心，下面小黄车5斤一大箱，顺丰包邮。各位看着老铁啊，今天在木瓜园，给咱贴一个木瓜。如果打开里边是红色的，就帮老弟点个爱心，加个关注吧。咱们打开看一下，哇，是红色的，点个赞吧，谢谢。 如果屏幕前的你也喜欢吃木瓜的话，就帮弟弟点个爱心，加个关注吧，谢谢，谢谢。